8月13日，时尚女星张琳现身南京，为英国鬼才设计师品牌 Borrow X 新店站台。白衬衫黑西裤的经典搭配，尽显张琳干练好气质。在参与综艺《我的新衣》后，张琳对时尚设计兴趣依旧，时刻关注各大国际时装周不说，什么流行款式、流行色，还都是100一个准儿。女神张琳对时尚敏锐度可不比科班出身的设计师差呢。对，其实从去年参加《我的新衣》开始，我就一直慢慢的开始专心去做一些设计上的东西。那最近也在拍现代戏，就很多时候可以用在自己设计的角色里面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跨界玩的溜，老本行也一点都不能耽误。在最近热播剧《上古情歌》中，张琳同样有精彩表现。而很久都以酷帅的短发造型示众的他，戏中长发飘飘的样子倒是让他有点小不适应了呢。因为其实像我短头发的时候，那平时我要撩头发可能到这就结束了，就哎怎么是空的。那长头发的时候会觉得哎，其实很多男生都觉得长头发是蛮梦中情人的感觉，就蛮飘逸的，然后就觉得哎，看到那个时候的我说要不要再留回长头发。女神长发短发都是美美的。别看采访时张琳随意洒脱状，在回忆拍摄片场与黄晓明黄教主对戏，那妥妥瞬间变成教主小迷妹了。因为小明哥就会对我们很好，然后很照顾我们，然后如果你很紧张他也会说啊你放松，你不要紧张。在戏里面他还是我的下属，所以就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只要你换个角度，你放松了，你就会可以表现得更好。